感谢主持爱心会热心公益，在北区中山公园广场举办台南市主持爱心会光景救护车启用仪式，由市长罗清德代表接受光景。伊希望这部救护车的启用，会当带予台南市民上好的紧急救护服务品质。同时，罗清德也鼓励市民共同响应光会活动，当场以实际行动上光会车光会，伊也呼吁市民踊跃光会。那今天你所寄付的这架消防救护车，是要给咱南华啊消防救护分队来使用哈、哦，因为咱会里知影讲南华这台车啊已经有较久啊，性能有较歹哦，啊今日安全上有顾虑哈，啊所以特别发起来寄付这架消防救护车。那这架救护车功能真好啊，哦，有若计达到250万呢，好、哦，这真无简单哈。哦所以我伫咧遮，就是讲代表台南市市民吼，安、哦、尼感恩接受咱主德吼，咱主功德会咱遮个帮忙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嘛足希望讲吼，咱所有的台南市市民吼，会、哦、当来学习吼、哦，咱主德啊，这个功德会啊，爱心会吼、哦，啊，对社会这个寄付吼，伫9月20日咱嘛捐了一台迄个捐血送货车，一台200万啊，啊一台200几。所以量伫最后开400几万出来啊，真歹势啊！伫只会，谢谢，好、哦、谢谢。啊，希望讲，咱除了关怀以后，咱嘛来做一挂服务啦吼，即个种个社会服务，叫一挂救济的安尼嘛吼。啊，希望即台会当带来南华的好运安尼，希望卖亏啦吼，唔免得再卖找安尼啦。啊，来即来保养较久。